什么 mind， 你又被放鸟了，总是把不到妹，鼓起了勇气却还是受到冷眼旁观，就连讲话的机会都没有。当然颜值也有一定影响，不是每个人都能靠脸吃饭。哇，其实女生非常的简单，她们都喜欢有幽默感的男生。为您介绍的是2018最新科技产品幽默感。哇，有了幽默感，对你的人际关系绝对大大加分。遇到喜欢的女生，拿出你的幽默感吧。遇到行车纠纷，拿出你的幽默感。来来来来，哈哈哈！啊，我待机了，我待机了。没事哈。喂，我待机，我待机。哇哦！自从我用了它之后，我的自信心提高了，颜值也提高了，人也长高了。它真的改变我的生命很多很多。每一个人都应该来一罐。独特的管状潮流设计，让你外出携带也是时尚指标。Catch me on fire！ 幽默管除了标准尺寸之外，还有欧洲规格。害怕不够力？别担心，我们有转接环，让你拥有双倍的幽默，甚至是12倍的幽默。我说幽默，你说管；幽默管，幽默管。我说不要，你说管。不要管，不要管。Too many thoughts on my mind。想要吗？分享影片，在粉专标记朋友，我们抽两只送。不好意思，我踩到你的幽默管了。那个不是哟，我的幽默管在这。Too many thoughts on my mind, I can't sleep at night, so I just keep writing. I don't need no help, I don't need opinions, so no way. 好看。自从我用了，对不对？心虚了。乖。那种的辣，辣早上起床，打开了。用这些金发妞全部叫得好嘎的，我也用的好大力，一直 good to drink， 那是维大力，我是好大力，但是啪的一声，哎呀好痛啊，我把它弄断了，直接断掉了，现在圣诞喽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分享跟订阅。如果你不喜欢我的影片，那你的大头贴应该也不错了。